全世界都要学中文。看一下这个湾区，苹果总部都在这儿。在我后面是美国的肯德基。全世界的人将要学习中文。美国人心目中都知道中国的威力，都很羡慕和尊重中国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的肯德基。中国加油。Go Island 吃了都说好。关注这个频道，带你看最极品的 White Trash。